我了解一下，我听他一下。啊，主席，各位先进哈，刚刚夏主委在答复的时候，在报告的时候有说明，要把马英九在闭门会议的时候所有的全文公布给我们知道。但是刚刚在答复的过程里面，他提到的是提到一中各表是在记者会上，那我们就有一个啊，没关系，我现在我这个程序问题非常简单，只要求现在就公布给我们所有人都知道这个闭门会议的讨论内容，现在就给我们看嘛。好，谢谢。我来处理好不好？这个你们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没有？好，那就马上送过来好不好？好，谢谢。好。好，我们现在请吴玉生委员质询，时间12分钟。主席、各位委员同仁、夏主委、令狐、郑次、各位首长，麻烦我请夏主委，谢谢。夏主委。